晚上好啊，开饭了。今天吃的是咱们家的新品五谷鸡爪，这一袋是二斤。咱家的鸡爪全部都是手工剔骨的，哇，酸甜口的，我这是微辣的。还有中辣和重辣，三个辣度。这煎的挺成功。奥尔良鸡翅，马上直播，接着来啊！烧的红烧茄子，给小猫留点。
贵州人的美味。这个白条还有肥肠，哎呀，太美味了。嗯，这个鱼超级美味。鱼头给小猫。哎呀，这个茄子。嗯，给小猫留点，小猫最爱吃鱼。太好吃了，这个肥肠。韭菜炒鸡蛋。太香了，有点舍不得吃啊。